质极其准，一线难堪的刘昊然再度收获超一线大刊封面，为其20岁的杂志成绩添上重要而惊喜的一笔。在这组曝光的写真中，少年在镜头前游刃有余，举手投足间灵气十足，将其表演天赋体现得淋漓尽致，每一帧画面都向众人昭示着他的成长。此次封面造型中，卡其色的风衣内搭身蓝色帽衫，侧脸面部轮廓分明，眼里满是对未知世界的跃跃欲试，而当他笑起来的时候又是另一番模样，身上的少年气息恰到好处，青春无限飞扬明亮，亦是20岁最美好的模样。另一组造型当中，刘昊然身穿绿色针织衫混搭蓝色的条纹外套，在纷乱下落的纸张中稳稳地站着，正如成长路上风不停在变，而他却始终秉持初心砥砺前行。在这个蕴藏着无限可能的年纪，刘昊然从不局限于某种定义，打破定局迎难而上。正所谓疾风可以摧枯拉朽，却难耐苍松尽竹，而在面部特写中，他抿起的嘴角与坚毅的眸光，正是他所要表达的青春态度，无惧挑战。